他们的哈，上海这几块今天早上特意带老娘来吃热干面啊，她特别想吃热干面，每次来武汉第一想要吃的就是热干面，所以今天早上哎赶紧带她吃热干面。我们吃的是那个蔡林记的，我觉得蔡林记还是很有代表性的，所以我们骑着摩托车和电动车二话不说直接来吃热干面。找个宝贝儿，不拉宝贝儿手机没这功夫。你们的伙伴吧。我马上去海鲜市场买一条鱼啊，我想买一条石斑鱼。哎，宝儿，我的宝贝儿背这个。鸡婆又大又轻巧。鸡婆就不去了啊，因为我们是骑摩托车，那个颠的他肚子受不了。宝儿，坐摩托车呢，手机那些东西呢放在包包里面方便一些。有点大。鸡婆就给我妈找了个包啊，然后我跟我妈去，鸡婆就不去。那你就在附近去买点大葱啊。嗯，行 ，OK， 我买配料去。我带我妈去逛一下海鲜市场。对。黄陂那边，汉口北。还来好晚呗，有点晚呗。有个10公里吧。不然。嗯，还行。不然，你干呢？我娘在口罩死我也带，带到我想不带出去，这忙小的事，带口罩干呢。骑摩托车啊，你们火也比较大。戴口罩，刚好有多余的口罩。哎，我想把茶拿着。你好妖精啊！你就拿着拿着，你就勾在你的前面。走吧。哦，现在是不是勾在那前面是？嗯。走吧。好吧，上车。啊，走了啊。到了海鲜市场，这个是花斑鱼，55一斤，那边是东星斑，140一斤。今天就捞一条这个花斑吃一下，花石斑。买了一条花石斑，88元。买来入好多少钱呢？他这个？88。买这么贵的入干事儿？这一条88。好贵呀、啊！我们在老家舍不得。好，我们回来了啊。我们刚才去的是汉口北海鲜市场啊，就是我们这附近的花拉海鲜市场搬过去的啊，那边真够大的，那边牛羊肉真便宜啊，我上次还买了点羊肉，刚才妈妈问了一下猪肉价钱，肥瘦相间的就是正常的肉才9块，瘦肉的话是15啊，我妈买了一点瘦肉，猪蹄的话是多少啊？16好像，还买了两个猪蹄啊，就是她明天做猪蹄、啊、回来之后呢，我就把鱼清理了一下啊，这样其实这个鱼还是有鱼鳞的啊，好多鱼鳞，好多鱼鳞啊，嗯，不好洗，而且好多刺，嗯啊，身上很多刺，牙齿，处理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啊，这牙齿上都有刺，我现在先把它改一下刀，我发现它这个尾巴上肉特别厚啊，所以就是它这个肉全部在这一块。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地方也是改一下刀啊，要不然的话不好蒸熟，也不好入味。划开一下，下面划开了之后它就能站住啊。背上也比较厚啊，在背上也划两刀。石斑鱼是没有刺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洗这个鱼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鱼很嫩。背上也给它划开啊。用什么肉可以？哎，看，就这样划一下，切点生姜。把鱼盘底下垫上生姜。金木水火土五行。这个鱼趴在上面，这个鱼叫什么？头部看着还有点小恐怖，你看它的眼睛。石斑鱼。嗯，你看它的眼睛。眼睛怎么了？就是头好大，像一个青蛙一样。啊，这是两边放点葱。
这是我们蒸东西的专用锅。尾巴又在外面。嗯，这尾巴又在外面。讨厌。看头能不能往前面一点。不是，因为它尾巴在外面。啊，对。无所谓的，反正尾巴也是吃不了。盖上锅盖啊，这个上气了之后啊，蒸8分钟。这是陶吉公炒的一个家常菜，魔芋豆腐、藕片，然后还有一个莴苣丝。等这个鱼蒸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饭了。现在来切三丝，三丝就是大葱丝，大葱切开，里面这个芯儿就不要了啊，因为芯儿不好切，芯儿去炒其他的菜，就要它外面这一层。小葱丝，大葱包着小葱，再就是小米辣红椒丝，把这个小米辣切开，小米辣的籽去掉啊，如果有籽的话，它可以阻碍刀切的，如果你切不动的，就切丝切不动。只要它的皮好，红椒丝，你还不如各切各的，各切各的，各切各的，对，切的好看一些。为什么这么呛着？再把这辣椒丝切一下，找个碗接点水，把这个三丝泡起来。好，时间一下就到了啊，一瞬间就到了。有点蒸垮了，是不是因为那个锅盖把它压了的？估计是。是吧？因为鱼肉很嫩，洗的时候它就是嫩滑嫩滑的，然后锅盖一压，估计把它压瘪了。哎，放进去的时候嘴巴不是张着的吗？现在嘴巴闭上了。哎，你小心啊！你的手千万不要挨到锅边，因为我曾经被烫过一次。哎，你不是用那个夹子吗？不用夹子，这水就给它闭掉啊，蒸鱼的水。小心鱼跑了。鱼不会跑的。嗯，我闻到了那个，就是叫什么来着，鱼的原味儿。都蒸开花了这。嗯。但是这形象不是很好啊。没关系，刚好这样的话，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料调料能进去。现在再把这个葱丝给它摆上去。摆上葱丝。不错，进。今天弄点青花椒。再来点青花椒，麻麻的，放在上面。两个锅同时，烧油。为什么两个锅要同时烧？这个还要把蒸鱼豉油热一下。哦。我觉得热的蒸鱼豉油好一些。把蒸鱼豉油。放着有点锅气，放点锅气出来，行。到表面上，再烧点油，把油烧到冒烟啊，浇上热油。大哥，拿菜。哇，你拿这个菜呀、啊？这个、你都敢拿，小子？
是啥鱼？石斑鱼。石斑鱼？对。石斑鱼有毒不？去拿个勺子，我们用勺子分着吃。石斑鱼，我跟你讲，没做成这种菜的时候是有毒的。这个鱼真的是比鲈鱼嫩多了啊！鲈鱼同样蒸八分钟，肉不会垮。这个鱼蒸八分钟，它直接就垮掉了，因为它，我估计它的鱼太那个鱼肉太嫩了。你说夸一点、啊。我现在要把鱼分一下，分给大家。接过来分鱼，把小的手要吃鱼。小的你让开。小的分吧。先给俩来分。哦，来看一下这鱼怎么样，晶莹剔透的鱼肉啊啊！啊，先给奶奶分。给小嘴巴。啊，先给奶奶啊，奶奶这是你的，好，小的那碗拿过来。拿这。好，这是小的是吧？啊，这个是我的，没关系，因为总是没有。这么吃吗？哎呀，这么吃。哇，这鱼怎么样？你给我搞漂亮什么意思？好，小的来，先把这吃了吧。嗯，好漂亮的哦！再给鸡婆啊，鸡婆给他来个肚子中间的。再是我的啊，我来吃个鱼尾。嗯，是比鲈鱼好吃一些啊。嗯嗯嗯，那我得过鬼的，还怪甜。甜的哦。还鬼有它的鬼。看那个黑不溜秋的那个。嗯。皮子好在哪？看黑不溜秋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它从表面看，大家看的不是黑不溜秋吗？是吧？泡好软买的。小卓，嗯，我跟爸俩跑了好软哦，好软的地方。有多远？嗯？有多远？十公里。十公里，你能管这叫远？来去二十公里。我们骑的摩托车。还没我了。还没有我来那个木兰花乡的时候，从学校走66公里。哎呦，到哪里去啊？木兰花乡。春游啊？嗯。哎呀，20多个。够了。给鸡婆多点吃的。来，鸡婆。来，我吃。啊。那小刀，我马上给你捏。对，鱼已经吃光了啊。鱼肉好少。采访一下，啥？鱼肉好少，我都没吃好。鱼肉好少啊！就感觉这一条鱼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干光。比鲈鱼的肉少一些。嗯，还是不少。你觉得跟鲈鱼哪个好吃一些？我觉得这个。这个肉嫩一点啊。嗯，就是。鲈鱼的肉 KO 一些。对对对，就是感觉今天要买两条才够。嗯，妈，你觉得怎么样哎？好吃。好吃啊。还怪甜。真的啊。嗯，鲑鱼就是不一样。哼。吃的太快了啊，就没拍，所以一下就吃完了，聊天去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